接下来介绍的是丁正阳跟蔡荣祖。以什么歌来推荐呢？蔡荣祖啊，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《离别要在下雨天》啊。不打那首歌是？不打那首。你要唱那首歌？不。两个准备要合唱什么歌吗？没有。哦，离别要在下雨天。推荐他唱一首歌。我本来想推荐他唱那个。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。那首歌也蛮好听的。这首歌很好听，真好听。今天选这首歌是因为水痘的关系吗？对啊。为什么会对呢？离别要在下雨天跟水痘有关系？突然间说，不要紧张啊，年轻人，离别，水痘离别。啊，离别，在下雨天的时候离别。那不下雨不永远不能离别？来听听他这首歌曲。是是是，谢谢。茫茫无边，提醒我们要说再见，说说昨天，让缠绵多些时间。看着你不安的脸，往事又浮现，回忆起你对我说的谎言。这世界天天在变，别说我们不会再见面。你说过离别要在下雨天，让雨水淋湿眼泪就会看不见。何必太在意每一个无心的诺言？你说过离别要在下雨天，让太阳暂时不会照到你的脸。何必太在意会不会下雨的明天。谢谢。蔡荣祖、林正阳啊，还有打油诗。刚刚看我做个陈茂峰呢。对，他的个人也非常的即兴想做，对，赶快到旁边去写一下。也是一样，用蔡荣祖这三个字。一定要用蔡荣祖，不过我先用这个荣祖这两个字。荣祖，荣耀全归胡瓜杨凡，大力推荐。大力推荐，哎，真的是大力推荐，真的是荣耀啊，真的是，哎，写得好，写得好，哎，对，蛮会拍马屁。祖是什么呢？祖上有德，祖上有德，三生有幸。拿高，哎。来，拿高，才能出片，祖上有德，三生有幸，才能出片，荣祖，那菜呢？菜就当做菜是什么？横批，菜什么呢？横批要这样横着拿嘛，是吧？对，打在脸上，蔡琴、蔡圭、蔡头与他毫无关系，这个横批实在是啊，跟菜有关系，毫无关系，莫名其妙，菜田开门，好，谢谢两位，接下来介绍我们的高大哥了，高大哥率领他这个两位美丽的天使，哇，这两位来自这个，好像听说是这个少数民族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来，我们高大哥啊，高凌风先生，高大哥，还有我们这个凤凰。蓝凤凰，蓝凤凰，韩剧，你们的衣服好看，为什么取名蓝凤凰呢？我想有典故的，是吧，高大哥？请高大哥来说一下好了，蓝凤凰是因为，有一部电影啊，我看那个《东方不败》，东方不败，里面那个蓝凤凰好像是那个云南那边的，女孩子啊，对，云南呐，对，她跟云南有什么关系啊？云南人哦，你是云南人呐？哎呀，跟杨凡同乡啊！你云南哪里呢？云南哪里？云南昆明。昆明啊！那是云南。我干嘛？我专用云南。云南。因为我觉得那个蓝凤凰啊，凤凰本身好像是一种鸟。那么它好像500年以后会重生吗？是又简称蓝。不是蓝。蓝凤凰嘛。对，蓝凤凰。那我就觉得。
他们呢也很可爱嘛，是是是，那又是云南人，所以我就想用南凤凰，而且觉得那边的女孩子很浪漫。哎，可是刚刚这个讲的这个曹然呢，学这个南凤凰那种，就是戏里面的那个声音哈。南凤凰，南凤凰，韩剧是吗？韩剧啊，韩剧，韩主啊，韩主哦，韩主，我都看住了，韩剧，韩剧，韩剧，哎，这是云南话吗？对啊，你会讲吗？会啊，讲几句来。啊，大声大声一点啊，大声一点。麦克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南凤凰。哎，这个真的就很像《东方不败》里面那个，哎，好像大陆来的呀。这干脆的演一段戏，不是高大哥，高大哥不要，我们会不会介意？我们就干脆演个《东方不败》。好，哎，那个其实啊，令狐冲我一直很想演这个角色。不，高大哥。这个卑微的角色哪里？你的兵马要由我们来调教，哎，对不对？他们听说这个歌唱的不错，是戏需要有待磨练，所以由我们两个来调教。这样好了，您呢，你就演那个主角，哎，真正的主角叫做任我行，哎，好不好？吸星大法，哎，你一开始关在地牢，麻烦你到那边好吧？麻烦那个舞群把那个铁链先把它勾起来一下。那你就暂时，哎，你先暂时休息，哎，这样好了，还没戏，还不到你，你先跟曹然先配对好了，哈哈。可是我行东方不败在那边大战啊，我们这边现在开始呢，令狐冲手，现在，哎，你先，你们任我行了，你现在是任我行啊，随便走到哪去，不是不任我行也要有一个地方，他都在地库里面，哎，先把剧情说一下，这样我这样子，你演令狐冲。哎，好不好？相辅相成。哎，你演我这个算是双胞胎。哎，那好不好？您是令狐冲，我是令狐冲。哎，那我是令狐臭。哎，你角色分得太好了吧？是不是？这样比较有字眼嘛，对不对？这印象比较深刻啊。我是狐冲而已。令狐臭太难听了。啊，你令狐冲，你令我的堂弟，我令孤冲啊，孤冲。哎，好不好？真的乌龟那孤。哎，公，您一开始令狐冲受伤，躺在地上，哎呦。好，我伤在哪里？被毒箭射中。哦，我算是中毒了，就对了。安排嘛。哦，一开始的蓝凤凰，蓝凤啊，那他演蓝凤凰嘛，是吧？啊哪一个都没关系啊。最好两个一起来混。不是啊，啊，一个是救令狐冲，一个救令孤冲啊。啊，两个都受伤啊。不，那我先来嘛。好，这，那你现在先做导演嘛。哎，来，我厉害了，开始。南凤凰，哎，不，全部要讲那个啊，云南话，我是南凤凰，令狐冲，令狐冲，我是南凤凰，你说你是令狐冲，我是南凤凰，你干脆你演一次好了，这样比较快，我有点急了。令狐，我不会讲云南话，令狐冲，我是南凤凰，啊，你受伤了，哦，不要讲话，我，啊，你不要昏，不是，拜托你手不要过来。我，你们洗手啊，不要这样说。待会就照做啊。哦，你先牺牲一点。我牺牲一下。那你，不要别急啊。你受伤了。啊，受伤。那我看你的温度。看那温度，一头两温度。哦哦。啊，感觉哎，你发高烧。啊，我把你毒吸出来。要把毒吸出来。我阿姨，快一点！什么叫快一点？我中毒了，那还有快一点的？那怎么办？我怎么能慢慢来吗？好，来，正要吸的时候呢，任我行从天而降，啊，降，然后呢，一掌把他打死。因为他是你女人嘛。那这一段就不要演了。不是这一段。好，那要重新再来一次。一气呵成把它演完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还没讲完呢，他要踩死你的时候呢。哦，刚好这个是蓝凤凰，这个是坦剧啊，坦剧，坦主啊，坦剧这个爹，你不能杀他啊！对，不能杀他，救他。哦，你中毒，我帮你吸出来，他要帮你吸出来，他又要帮我吸。这一次麻烦，请他快一点。对，天哪！哎呀，吴超啊。你
受伤了？我知道。你手干什么？你手干什么？你中毒了给？我知道。发高烧了？我知道。我帮你吸毒。谢谢。我吸了。吸了。我吸了。对，我进来。爹，你还认识我这个爹？我要来杀你，你不砍我？你不知道我的功夫呀！我要你的命啊！等一下，爹，你不能杀他。你怎么讲这个话？刚刚刚刚，你云南话，现在 camera， 你我要杀他，我要杀他一个就，爹。谢谢。啊，不对，我说他爹，谢什么？干脆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演任我行，好不好？哎，不，这个不能怪。啊，你没 OK 啊？啊，你今天 ending 胡冲，最不 ending 最刺激。我再安排，我牺牲，我牺牲啊！你爹爹，你要有云南话，爹你会讲爹。嗯，爹，我不能杀他。嗯，他是我的爱人。啊？他是你的爱人。嗯，哎，哦，他中毒了啊！我帮他牺牲。好，然后你就讲，不用你们吸，我的吸心大法把它毒吸出来，一吸它就好了。好好，你们不用吸，我来吸。好，哎，好，来呗，哎，快，来，他那段不用，他已经演完了啊，来呗，不是你还是要跪在这里啊，跪在这里啊。预备，他要踩在孙子地哈，要跪下去，预备，你还在砍？对，你不能杀他。看。要扶脚，要扶脚，哎，要跪下去嘛。Camera， 我看你眼睛在看哪里。对，你不能杀他。我为什么不能杀他？他是我的男人。男人，你几岁你就有这种男人？他像个男人吗？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他是个男人吗？是啊，他是男人啊。我身体有毒啊。对啊，他身体有毒。所以我要帮他吸毒。你要帮他吸毒？帮我吸毒？好了啊，不用吸了。今天我有吸什么打法？吸心大法。吸心大法，让我来吸他。啊！哎呀，哎，不错，什么都好啊，这最后都吸起来好，没什么看头，哎，不错的，真的被吸起来，哎，真的能演啊！经过高大哥调教，两个真的能演，真的能演，哎，就发觉，哎呦，好，你们两个有前途，真是恭喜，非常有前途，谢谢，恭喜，尤其是你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我，哎，恭喜，妈妈把套啊，哎。我们今天高大哥要唱他的新歌，叫《两样心》，是吧？跟他们两个一起唱。那他们两个染风坊跟坦剧一起把你吸毒。对，我跟这首歌是我们设计一个就是男女合唱的歌，那他们两个是唱女生的部分，我唱男生的部分，等于是合唱的歌曲。我们欣赏这首《两样心》，来，高大哥。为了
谁不明白？等待，为什么你不来？徘徊，我又再度徘徊。人生有多少无奈，有多少期待？聪明的你，心里该明白。别管他快乐欢喜和痛苦失意，有我，有我陪你，陪你，让我，让我吻你，吻你到天明。谢谢，哎。高凌风先生，谢谢高大哥啊，哎，谢谢两位美女，哎，希望高大哥有机会常常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，好，一定一定，希望欢乐要带给大家，对，希望你每一次来都能够带着蓝凤凰一起来，哎，让我们大家开心，是，哎，我想下次如果蓝凤凰没有来的话，就可能直接给你录单歌了，哦，可能连访问也没有，而且单歌也可能会有剪掉的现象，不用开玩笑，谢谢我们这些新人，新人谢谢，哎，谢谢，今天我们这个老人给这个一把新人，哎，到一个段落，稍微休息一下。欣赏更精彩的钻石舞台。